11月11日，韩庚、姚新彤、郑恺、王丽坤携主演电影《前任攻略》首次亮相，宣布定档2014年情人节。当天，片中主创齐齐亮相。电影《前任攻略》讲述了韩庚饰演的孟云和姚新彤饰演的夏露在彼此前任的婚礼上激情邂逅，很快坠入爱河，而接连出现的前任们成为了两人感情中的最大考验。郑恺饰演的挚友于飞在旁帮忙支招，上演了一场踢走前任的现任保卫战。活动当天也发布了电影预告片，片中韩庚上演了一场踢走前任的现任保卫战，自称靠活好取胜。论长相，人家比你帅；打架，人家是黑带；砸钱，人他妈富二代。虽然你在韩国待过，但你韩语不如人家，人家中文还比你强，你靠什么？我活好。酷六娱乐北京报道。